骚动郑俊宏首张专辑《熊猫的故事》。熊猫专一至死，不理如何伤悲。咁我哋请你嘅嘉宾就系郑俊宏啦。Hi Eric， 你好啊。你好啊。出咗一碟啊。Yes sir。熊猫嘅故仔。熊猫的故事。系啦。Panda Story。熊猫就系你派紧台而家呢首啦。系系系。系啦，咁就系讲你自己噶啦。讲我自己，讲爱情。OK， 咁熊猫的故事就系直情攞咗，咦？咁即系有咗熊猫首歌，然之后先有呢个碟嘅名嘅咯。系啊，系哦、啊， oh, okay. 绝对系嘅。即系本来我谂佢想系Fred 的故事啦，就代表咗 Fred 的故事。OK， 好直接嘅名字啊，就不如熊猫的故事啦。OK， 咁但系譬如入边今次拣嘅，其实会唔会真系全部歌都系同你自己好有自身嘅关系？系啊，绝对系啊，每一首歌都系出于。我同公司想點樣編排或者想帶出啲咩 message 啊，同埋某啲歌亦都係好屬於自己嘅風格啊 style 嗱期待第一張嘅自己嘅專輯啦，係啦，一定會噶啦。咁而家到真係拎咗上手啦，個仔又生咗出嚟啦。係啊，咁第一下我感覺係點樣？我好感動，我記得係出碟嗰日9月15日係。雖然嗰日本來係會有個發布會，但係打風啦，八號風球咁啊取消咗啦。但係我自己都出咗去，同阿媽同家姐出咗去，特登買碟。係，咁我見到個隻碟喺個架嗰度，哇！因為第一次係咁樣見到自己嘅專輯喺個架度，好感動。我同阿媽、家姐三個已經哇，好感動。咁我哋每人買一個啦， okay, 每人買一張。係，咁各自俾錢，各自排隊。咁就，然之後個店員就更加開心啦！哇，鄭俊宏嚟買鄭俊宏隻碟喎，反而個店員係俾我有折啦，我阿媽同家姐冇折啦。我睇翻出嚟，咦？點解我俾平咗嘅？我俾個 discount 你，多謝啊。OK， 喂，咁呢一張碟啦，咁啊頭先講咗係其實有好多你自己嘅 story 真係放咗入邊咁樣啦，係講下啦咁樣嚇。第一首咧就叫點火，點火。系啦，咁你自己有呢个系 electric guitar solo，yes， 系啦喺个 credit 嗰度吓，细细只字写住咁样。喂，介绍呢首歌先，点火 ，by opening track。点火 opening track， 咁呢个就比较摇滚，即系喺呢只碟嚟讲系最摇滚啊，最 upbeat 就系呢首歌啦。咁个内容系即系同我自己嘅做人嘅宗旨啊，嗰啲即系唔好怕挫折。最紧要有梦想，继续去向前冲，咁就唱出呢一个感觉咯，同埋更加好就可以喺音乐上自己可以参与，自己可以弹埋吉他。咁你除咗喺即系用把声去发出感情啊、情绪啊，咁我觉得用吉他声去发出另外一个好鼓励性、好澎湃嗰个感觉，亦嗰个效果亦都好好。OK， 咁呢个系你自己要求，喂，可唔可以俾我弹？系啊，咁 rock 可以弹啦，即系自己同监制讲，同魏景云讲嘅。系啊系啊。OK， 咁啊好好啊，即系佢又俾我玩咧。咁就个关系啊，又深啲咯，同呢首歌，同埋亦都系我好想表达我嘅。個 melody 嘅 idea 喺度啦。OK 嚇我諗有好多人先前咧，譬如你即係 plug 歌嘅時候咧，第一首、第二首派台歌嘅時候咧，有啲人都可能會問你啦，啊你即係真係有錄音室唱歌啦，感覺係點啊咁樣。但係今次你多一樣嘢嘅，你就喺錄音室度錄吉他。錄吉他係啊，同你喺台上面，因為台上面你就哇好多觀眾啊，可以好行好焚啊咁樣去噶嘛。係啊，喺一個錄音室入邊嘅 setting 入邊去錄樂器。系咪都第一次试咧呢样嘢？定系之前都有试过？之前都有试过。嗰次系咩嘢情况？之前系自己玩嘅啫，之前系自己玩，以为自己夹 band 嗰个年代，夹 band 就想录低自己弹啲嘢。咁就喺录音室录乐器系，哇，真系好难嘅，要好细节执每件事。系咁同埋我哋净系得几个巴做嗰个 solo， 我唔可以话讲太多嘅。多余嘅嘢，即系喺个吉他 solo 嗰度，但系又唔想一嚟就好行好浮咁样，就要好细致咁样铺排，呢啲 solo 咯，咁就我自己就要谂好某几唔同种类嘅 solo。OK， 咁、即系你自己都系 freestyle 嘅，系啊 ，freestyle。咁就大家我同阿 Joseph 就觉得边一样系适合多啲，系。邊個 style 適合多啲？咁我自己就比較偏向中意 blues rock 嗰只，咁係咯，我就選擇咗，不如我想有多啲自己嘅 style 喺度，咁就彈咗嗰個 solo 出嚟啦。但係好難嘅，因為
要細節啦，要乾淨啦，彈得啱 beat 啦。咁你其實你 live 你喺台上度就即係呢啲可以甩漏少少都 OK， 但係錄音一定要 perfect、嗯。OK， 都錄咗都一段時間。一段時間，啊、你都拿手噶咯喎，其實 okay, 吉他呢單嘢，即係要彈得最好噶嘛。咦，咁即係嚟緊，譬如因為你又開 show 啦，咁 show 上面就會睇到你 live 嘅時候。Of course， 係啊，咁就唔止幾個巴噶啦，應該係嘛？我會拖長佢，應該會嗰件事係再長好多。咁希望。在演唱会有亦都有啲时段可以即兴啦，咁、嗯、真係可以同成队 band 即兴玩下音乐，係囉、嗯、就唔会话太过organize 咁样去弹。
其實譬如出呢張第一張嘅個人專輯嘅之前咧，其實會唔會都有諗過啊？可能大家可能因為先睇嗰場比賽咧，認識鄭俊宏都會係哦，佢會自彈自唱嘅，即係佢對好多音樂尤其是舊嘅音樂等等咧，個 library 好闊嘅咁樣。有見你好多有啲 rock 底嘅嘢玩啦，但今次咧喺碟入邊咧就相對地就少啲啲嘅。系，但系有冇嗰阵时同公司会费到？喂，其实会唔会可能可以摆多几首呢啲嘢落去啊？咁，因为好似得两首都系少少轻快啲嘅，系咯。点火同埋地方，点火地方即系两个地方就比较。然后其实点地方系一首慢歌嚟嘅，本来哦 ，OK。咁就即系同阿 Johnny Yim 系倾过，咁佢都好理解我嘅音乐啊，好理解我中意啲乜嘢嘅 style 啊，即性格啊，咁佢就。將成件事扭轉咗去嚟編，係、哦、咁我又覺得好適合我的我嘅，即係我嘅感覺，同埋唱都係喺嗰個comfort zone 嗰度。咁、我好記得我一入到去錄音室一試唱，佢話啊咁得啦，係啊啱你嘅 style 噶啦，咁就唱咯。同埋佢係諗個 intro 已經係吉他噔噔噔噔噔，佢已經幫我諗實嗱，你喺台上咧，你就可以自己喺度玩啦。咁啊，非常之好，即係由地方比較 upbeat 啲，同埋一都 groovy 啲嘅一首歌。OK， 我又唱得好開心嘅。係恨唔恨有多啲呢啲嘅？其實都我覺得都好嘅。係嚇，因為自己之前夾開 band 又 upbeat 啲嘅啲嘢，係咯，所以就。向呢一個方向，我自己就會舒服啲去演繹。咁你話去唱啲慢啲嘅歌或者抒情啲嘅歌，我要需要多啲時間去理解，同埋去揾個方向咯。所以相對於我錄地方係快過錄熊貓，我反而會係錄慢歌，你會需要多啲時間去，需要多啲時間去嗱，因為自己又唔係話太習慣去唱比較。比較情深的歌啦，所以我覺得都有一定的難度，同埋要真的找到那個感覺、那個情緒 去演繹一首歌，又不可以話去玩聲去扮慘，即係練出嚟咁樣。係啦，咁一定要真係要。畫自己啲嘢出嚟去唱。OK， 好啦，我哋一陣間再同你講翻情歌部分。好，地方呢首歌咁啊，張家誠作曲啦，楊希填詞咁樣嘅，係啦。咁啊，講多少少啦。頭先講就係本身係一首慢歌嚟嘅，然之後同阿 Johnny 傾咗，就將佢轉一轉嗰個 arrangement 啦，不如就變咗做。咁但係歌詞上面有冇調翻？有冇改到啊？有冇嘅，唔同個 feel 嘅啦嘛。係啊，所以我覺得好諷刺。係個歌詞同埋嘅咩編曲係。所以又要找一個中間位，點可以唔好咁 hyper 去唱呢首歌，但係仍然要 keep 住嗰個 groove 嗰個 rhythm。係咁就係咯，因為好無奈噶嘛，你即係嗰份詞其實。所以我就轉咗個諗法啦，就當係一首安慰自己嘅一首歌。即係你轉個諗法，你就可以 justify 到呢個 rhythm 係咁輕快啦。即係唔係咁無奈，以為可以同佢結婚，但係而家唔係我啦。咁即係將佢。當係一個安慰啦，okay、比較正面啲去唱翻呢首歌啦。咁呢啲你應該未試過同人結婚係嘛？未嘅，因為我覺得啊，頭先你每首歌都有啲自己嘅嘢擺入邊咁樣。呢首係咩咧？我就諗係咩咧？地方呢首就係嗰個 groove 啦，即係嗰種嘅感覺。嗰、那個種嘅感覺係你熟悉嘅嘢。係啦。獨自逃離浮華國，獨自流連無人看。你的慶典我祝福了，又會如何？但是明明能和我，為何？无法也越过，独自回眸在望我，独自抬头随萤火，有些记忆仿似鹿角在我脑海碰撞。上一次这里忘不了是你想再碰，时间已飞过，并未留下惘然地方。你跟我不怕路远漫游尘火，你今天身处那荒山，边一切如何预约得天下雨跟你碰到可像最初，还如你想过蜜月行程在何地方，也想过婚礼怎去办到豪华大方，也许不需要太多纸，需跟你回航无奈地求踏遍走尽交通，不是你跟我，
旧日难忘再难过，旧日仍然无如果，纵使我可是多一次又会如何，但是原来无人错，奈何前因未够多。独自回眸再望我，独自抬头再萤火，有些记忆仿似落过在我脑海碰撞，上一次这里忘不了是你想再破，时间已飞过并未留下望远地方，那天你跟我不怕路远漫游沉荒，你今天身处那荒山边，一切如何预约，那天下雨跟你碰到我像醉坐，你想过蜜月行程在何地方，也想过婚礼怎去办到豪华大方，也许不需要太多次，虽然你回学无奈地球那片走进教堂，不是你跟我。剛才你就说那些慢歌呢、你就要花多些时间去到揣摩的，是的，都多慢歌的。那最难搞是哪首？你自己觉得熊猫是用了最耐时间去录，为什么是这首呢？熊猫用了30000去录，嗯，熊猫因为它就真的需要很真诚地去唱这首歌，嗯，同埋个音域也是大，嗯，但是我本身唱歌就比较激烈一点，嗯，激烈 as in 即是或者会过分或者大声啲或者下嗨啲啦嗰啲。咁就真係好想搵我另外一方面去演绎呢首歌，心情啲去演绎，唔好太过係囉。声嘶力竭。係啦，去咁样唱。即係佢话 live 你可以咁样演绎，但係我哋不如录音就试一试另外一个方法，搵另外一隻声去演绎熊猫。咁呢转咗个 tone,个情绪亦都会转，所以就执得好仔细。张家诚呢首歌，佢差唔多每一行或者每个字，佢都想话呢个字你不如咁样唱啦，不如呢只字你厚翻啲唱啦，将个位摆落啲去唱啦，咁就听出嚟个感觉唔同咯，即系会凄美啲啊，凄厉啲，所以就系啦，好细节。录熊猫就真系好细节。O、okay, K， 但系我想知咁，譬如佢就主要系 technically 咁样去到 guide 你，即系用呢个方法去到同你沟通嘅。系 O K， 同埋佢会 technique 之余，佢要你谂翻你之前嘅感觉咯。咁我都记得佢就都系咁样对住阿咪，咁就问我你记唔记得你最难忘一段感情，或者好似做深夜嗰啲音乐节目嗰啲，系啊，佢会调教自己把声。你记唔记得你最难忘、最伤心嗰一刻？你而家尝试下几番，即系佢就慢慢，我喺度谂紧，佢慢慢就好鬼书地入嚟啊，帮我熄灯啊，咁帮我拉晒啲窗帘啊。嗱咁你得你就俾个手势我啦。系啦，嗯 ，OK， 都几次睇，录歌都几次睇心理医生。系啊，绝对系啊，系。我录无名氏嗰阵同 Eric 倾，佢话Eric Quart 就话其实做监制系一半系做心理医生嘅啫，我要辅导你点样睇下点可以令到你可以录好呢一首歌，要知道你个心理上你喺度谂乜，你个 thought 你个 train of thought 系点样，咁佢就可以引导你去点样录一首歌。OK， 但系譬如学你话斋，你可能有啲歌你即系攞抄翻一啲可能劈低咗好耐嘅情感，突然撩出嚟噶嘛？系啊，有冇就收唔到掣咧？即系你哇，你唔知道画出嚟嗰 impact 几大噶嘛？系啊，喊系有嘅，即系又唱到喊系有嘅。咁唔止我啦，张家诚佢都话佢有喊啦。录咗三日啦，救命啊！你啊，好肚饿啊，系啦，佢喊乜嘢呢？又即系佢录完佢都，因为佢都静咗一静，咁佢亦都系揿住啊嘛。哇 ，friend， 我都眼湿湿啦，我哋唞一唞咁啦，都系熊猫呢首歌，都系熊猫。哦 ，OK， 难唔难处理翻啊？即系事后，即系释放咗出嚟嗰啲感情之后，释放咗之后会沉一沉嘅，即系出到去大家坐喺四目交头嗰下先尴尬啊嘛，同我交头，本身自己好 private 噶嘛，我唔尴尬。
你好啊，冇事啊嘛，系应该要嚟个拥抱先，系唔系？但之后 OK 嘅，即之后好似即系释放咗一啲、嗯、有啲治疗嘅方法喺度啦。嗯 ，OK， 咁就搞几日噶啦，呢个就真系搞几日。尽兴都别离，仍然念旧，就如熊猫般等你。情或雨，仍然坚守故地，全为你。怕你一天归来，不可抱起。熊猫专一至死，不理如何伤悲，从不转换口味，但未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谁人救起？熊猫只等转起，不寄望能惊喜。谁可以认真地愿容纳这绝种的凄美？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仍然芳香得怀念你。从没有数日期，无论十月十年，熊猫都等你。情或雨，仍然坚守故地。如果你怕你一天归来，未可勾起。熊猫专一至死，不理如何伤悲，从不转换口味。谁人救起？熊猫只等喘气，不寄望能惊喜。谁可以认真地愿容纳这绝种的凄美？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仍然芳香得怀念你。伤悲，从不转换口味，但未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玩？争逐游戏，偏偏根本无人会想起。红包只等转起，不渴望全新惊喜。谁可以认真地愿容纳这绝世的福气？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傻傻等的只会为你。苏动音乐，苏动郑俊宏首张专辑《熊猫的故事》。熊猫专一至死，不理如何伤悲。好啦，咁啊有一首歌啦，叫做《投降吧》。今次其实咧就主打咧就主要嚟讲啦，有几位监制合作啦。咁但系主打张家成都负责几多？好多吓，杨希、张家成呢、這个音乐嘅系啦。咁啊填词系咧就系杨希咧，通常就系曲词就系张家成同杨希啦。咁监制通常张家成啦，即系呢个班底系合作最多。呢个 team 事前其实系认唔认识佢哋噶？之前唔認識，嗯，就因為做呢隻碟就認識啦。OK， 需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即係開頭坐低嘅時候互相了解一下先啊 ？Fred 你係點嘅咧？睇電視睇得多啦，咁、然之後可能你聽我聽佢嘅歌都聽過嘅，咁但係需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去溝通？反而一上到去 studio 就即係初步嘅認識咯，但係又唔算話真係好多，但係係透過錄音嗰個過程係真係好
深切咁認識到呢個人，嗯，因為你聽佢嘅音樂，係佢寫嘅歌，你就知道佢嘅人係咩人，或者佢嘅諗法啊，佢個靈魂係點樣。咁佢聽我唱嘅歌，佢聽我把聲，佢又可以從音樂去了解到我呢個人。咁我記得我係錄投降吧嗰陣，佢錄錄下佢就Fred 停一停先，我話做咩啊？即係佢就喺度哼啲音啊。之后就开始唔知啊一 chord 啊六 chord 啊 ，OK OK， 我话你做咩啊？啱写一首歌，哇！你点可以写到？佢话因为透过你嘅声音，就激发到佢嘅灵感。嗯，就咁样系从音乐就系容易啲认识。喂，我叫阿 Fred 啊，你平时中意做乜嘢啊？即系食咗饭未？即系咁样系。我哋是建立了一個很深的感情喺度。哦 ，OK， 咁但係中間會唔會又 jam 下，即係嗰啲咧，即係喺 studio 入邊，唔係下下都一嚟就即刻錄啦，即係嚟就走啦咁樣，即係有你有啲可能 free jam 啲嘅時間，因為大家都熟音樂咁。係啊係啊，有嘅，因為佢又亦都係寫好多歌嘅。喂 ，friend， 你聽下呢首先。喂 ，friend， 你不如試下入去唱啊。喂，你冇歌詞嘅，你自己入去。扮唱日文啊都好啦，咁啊系又玩过好几次呢啲，好好玩嘅同佢。O K， 有冇喺过程入边，然之后反而头先嗱，譬如你话你嘅声音 inspire 到张家诚，佢可能即刻写咗首歌。有冇反而系 inspire 到喺过程？咦，呢首歌原来摆落呢只碟都啱嘅，就未有呢啲机遇住啦。我梗系想啦，因为既然系你把声 inspire 到佢，系啊系，咁首歌都已经系啱你噶啦。系啦，咁但系佢系写每一首歌，佢都系唔系 for 某件事去写，即系佢一灵感一嚟，咁佢就要记下写低先，记落咗佢。咁佢亦都有透过再编过，之后再 send 过嚟俾我听，所以佢系一个好热爱音乐嘅一个人嚟嘅。咁你有冇 keep 住创作咧？我有噶，我有都有，系呢个。因为我系透过佢写嘅歌，我又执翻佢嗰啲音乐嗰啲 chord 啊嗰啲，咁我就可以，咦，原来可以咁用噶呢啲音。咁就又喺音樂嘅樂理或者知識上又識咗啲嘢咯。嗯 ，OK， 好啦，投降吧。有啲乜嘢關於鄭俊宏嘅故事喺入面嘅咧？呢首歌都有嘅。你要翻去嗰啲地方啊？咩地方？即係呢啲咁曖昧啊！呢個人呢啲故仔開始。唔系咁，每首歌都系有自己嘅经历啊、经验啊。嗯，咁我记得我唱呢首歌，亦都系谂翻有一段嘅感情。咁系有即系第三者出现嘅，咁就咁啱系有投降吧。其实投降吧之前唔系叫做投降吧，叫做我没有办法。咁我同阿希喺度商量，咁我哋不如。改咗佢啦，因为嗰一段嘅期间，我都系咁叫自己即系算啦，你 let go 啦，即系当认输啦咁样去，咁就不如改咗佢叫投降吧，咁好似即系对我嚟讲好似又亲切啲咁样。咁我觉得杨希佢都话哦咁好啦改啦，但系我仍然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听啲，sorry， 我想改。咁咁但你天蝎座嘅，你应该复仇心好强嗰啲人嚟嘅。我又冇，所以要即系要自己，我唔会。你应该叫佢投降的，你唔系自己投降。冇，即系嗰一刻系，算啦，叫自己投降啦。咁呢首歌就代表咗我嗰一期嗰、那个嗰啲感受咯。咁就所以呢首歌比较激情嘅，我唱得，因为去到后尾嗰度，咁我咁啱又系一个 pop rock。嘅風格啦，咁又可以能夠俾我去到嗰、那個嗰、那個激進嗰個位啦。因為都比較難唱，同埋比較高音，我哋亦都係試過降 key 去唱嘅。但係發覺降咗 key 就冇咗嗰個激情喺度，冇咗個畫面喺度，咁淡，好淡，似冇乜嘢，咁都係升翻 key， 咁寧願係係咯激情啲去唱呢首歌。这样难，从前是我没有时间，但今天竟说麻烦。
别要害怕望我的双眼，谁人在那日约会你能说吗？并没太多过问的指甲，已沉沦到见面亦难，亦没信心去面对你的想法，情仍坏到迟钝至我都明白，投降吧，我没有办法为你开满煎花饭，有什么可以替代你，然而爱更加可怕，陪着你方知背后有一千个他，这悬崖何时会承载到十个吧，投降吧，我没有办法，无能力让你欢颜，如为你我就退下去，别再讨好吗，明日我一个去面对风吹雨打，纵使枯萎也不见未那是我和你幸福都可以平凡，让我害怕是你的双眼，从何日变成厌倦我能说吗？并没太多过问的指甲，已沉沦信心去面对你的想法，情仍坏到迟钝至我都明白，投降吧，我没有办法为你开满煎花饭，有什么可以替代你，然而爱更加可怕，陪着你方知背后有一千个他，这悬崖何时会承载到三个吧，投降吧，我没有办法，无能力让你欢颜，如为你我就退下去，别再讨好吗，明日我一个去面对风吹雨打，梦爱他跟你出发，明明话过爱你不要还，无悔开过花再回家，有办法为你开满天花瓣，有什么可以替代你，然而爱更加可怕，其实我早已发现你身边有他，这悬崖何时会倒下，难承载到三个吧，投降吧，我没有办法，无能力让你欢颜，如为你我明日我一个去面对风吹雨打，纵使枯萎也不牵挂。其实录成张碟嘅时候咧，之前可能因为系歌唱比赛啊等等咧，咁、可能会好多人都系赞美嘅声音最多嘅。咁、会唔会反而录呢张碟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再新啲嘅尝试，或者再深入啲要去制作一啲嘅音乐咁样样咧？中途会唔会反而系有啲挫折或者挫败嘅感觉喺成个过程入边？其实。录呢只碟嘅过程就留意到自己原来有好多喺唱歌嗰方面嘅不足，有好多嘅坏习惯，甚至乎有一段期间系哇，我究竟识唔识唱歌噶？系咯，咁就有一段咁嘅时间嘅，所以就系咯，了解自己多啲咯，咁就知道自己要更加努力去学。去做翻呢啲不足嘅地方去補救翻，但嚴重都係話，究竟我係咪真係識唱歌㗎？即係我有疑問咯，即係哇，究竟我發生咩事咧？嗰陣時都唔差嘅，啊，即係好似唱極都係冇嗰個感覺出嚟，或者為唱而唱，
或者是给不到那个监制想要的东西。咁我係翻到屋企，哇！究竟我真係識唔識唱？所以即係某啲歌係用多咗時間去錄，但係呢啲心理遊戲自己玩自己嘅啫。嗯，嚇、啊，咁我一定會經過呢一啲嘅過程嘅錄音。嗯，嚇、啊，咁就第一隻碟，咁話曬自己都係第一次做，咁就學咗好多嘢咯。即係喺每個唔同嘅監製身上、嗯、音樂上、唱歌上。做人生上work 的 attitude 上也都學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那我繼續努力咯，是咯。Okay, 最大的一課呢是關於什麼？最大的一課其實唱歌他們說要好像講話、嗯、因為我經常唱歌，喂，你可不可以不要唱歌？什麼叫不要唱歌？尤其是第一段你不要那麼唱歌，就以前以為唱歌或者扭一些音、啊嗯、做一些好像有自己的 style、啊、但是你不如經常跟我說不如直接一點，直接什麼叫直接呢？經常想什麼叫直接一點，真誠一點，真誠怎樣真誠，就慢慢去理解什麼叫真誠，什麼叫直接、嗯、直接就真的不要想太多了，你不要或者 slur 一些音，不要太多這些直接，你說話給你張家成就是說你現在說話、嗯、給你隔離那位聽，但你不是，你是在小小聲在耳邊在說而已、嗯、但你要很真誠地跟他說，就是從這些開始學什麼叫真誠真感覺 去做這個感覺出來。 OK， 現在開到這些竅了，已經少少啦、okay. 少少啦。但在你遇到那些中間那些困惑的時候、嗯、你是自己去處理到自己的問題還是談咯，他們會或者會、盡量解釋、嗯、或者找 example 給我去聽、okay. 哇，你聽這首歌、哦、OK， 但是自己也都要回去、消化一下先，自己也都要自己想、嗯、自己試自己嘗試多一點。嗯 ，OK， 头先有提过咧，有两位系监制嘅，一位就系阿魏景云啦， yeah, 一位咧就张家成啦。Yes. 好啦，咁又有另一位监制就系朱俊杰啦，朱仔系啦。咁啊，有一首歌叫《我就是我》，咁啊，曲编监都系阿朱俊杰啦，咁啊填词张美贤嘅，系啦。呢首就系讲你自己个人嘅信念，个人信念，个人做事嘅态度系。同埋一个系警惕自己要系咁样做咯，即系唔理出边几风大雨大，唔理人哋点样讲都好，嗯、你最紧要系咬实自己牙关，做好自己你想做嘅嘢，咁先至系真正嘅快乐咯。Okay. 所以，但系点解呢首歌我就是我系对我咁亲切？因为我好中意张国荣一首歌叫做《我》嘅。嗯，咁佢个 chorus 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咁有咗有我呢首歌，佢上年俾咗好大嘅能量我。因为参赛期间我有一段时期係好迷茫嘅、嗯、即係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比赛嗰陣。咁我有一晚就同个朋友喺度傾偈，咁佢就叫我听呢首歌。咁我听我呢首歌就真係好好感动，同埋就即係一个警惕囉，我係唱歌。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快乐去唱歌，我不是为了要攞分或者为了评判去唱歌。嗯，咁呢首歌是帮了我很多。咁由朱仔写呢首歌，张美贤写呢个词是对我很亲切，即是我而家属于有我自己的我呢首歌，所以个意义很大。咁我希望听众亦都会听到呢个 message。嗯，喺度。OK， 都几难咯，即系尤其是做咗即系娱乐。或者在歌手这个界别啦，都几难 keep 到自己。我真的想这样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嗯、你未必可以百分百在幕前完全地 show 到出来。因为太多人就这个意见你有那个意见、嗯、就很容易就被人扯开了，扯甩了你自己的轨道。嗯，是，所以就这个是咯，是一个小小的警惕放我自己。急风雨巨浪，留远你会看，回像你来游往穿身经已无岸，风来透光
烈的重创，偏偏双手我不放。爱如摘取星光的向往，就算有天懂地遥，风雪漫长我亦前往。这一种爱愿与世对着干，我听见城内冷嘲的声音也抵抗，让冷火炎亮我，爱会赠你最暖时光。难过一起经过，我就是我，从饱经这战祸，我都跳入漩涡，一切亦缩破，完全罔顾后果。群众侧身走过，我就是我，从身边指责太多，黑暗中尽管心痛过，但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位坚持像我。不失这愿望，路远有何妨，陪着你危难里不惜冲破人浪，绝处有光。小个罪状都可以轻看，我爱的对象如同镜暗窄可沾一分光。难过一起经过，我就是我，从饱经这战祸，我都跳入漩涡，一切亦缩破，完全罔顾后果。群众侧身走过，我就是我，从身边指责太多，黑暗中尽管心痛过，但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位坚持着我。入漩涡，一切亦摔破，完全罔顾后果。群众侧身走过，我就是我，从身边指责太多，黑暗中尽管心痛过，但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位坚持像我。不退缩极偏执过，日后全世界亦会记得这位是我。呢张碟你觉得几呈现到有几多 percent 都啊都系好啊 Fred 嘅嘢嚟噶啦？呢啲入边，嗯，其实全部都系噶啦，嗯，我 100% 全部都系，我想讲嘅嘢，我嘅 message 同埋我把声，我嘅灵魂，每一首歌都有我灵魂喺度。嗯 ，OK， 咦，咁听落去，其实呢张碟做嘅时候都系一个俾你可以认识到自己，更加深层次地认识郑俊宏自己嘅一个 process 嚟嘅。系噶，因为有啲歌真系需要你翻去你以前啊，攞翻嗰啲感觉出嚟，因为你唔愿意去嗰啲地方噶嘛，平时，咁即系你会 revisit 翻嗰啲情景嘅，有啲歌你系。讲你自己嘅 story 出嚟，有啲歌你其实系讲你自己嘅态度，嗯，你自己嘅坚持，你个 morals， 所以系咯，我嘅灵魂就喺晒呢九首歌度。好啦，喂，咁啊，到时因为嚟紧你又会开 show 啦 ，yes， 咁咧，所以就会到时喺个台上面咧，就可以再加埋其他嘅嘢咧，就可以更加有睇到，即系除咗听声之外，就可以喺你面前真系睇到活生生嘅一个郑俊宏点样啊，表现到自己嗰啲自己啦，系啦，冇错，咁样嘅嘢嚟嘅 ，OK， 喺个 show 上面你应该会玩多啲乐器部分啦，系啊，会喺音乐上会有多啲参与喺度嘅，嗯 ，OK， 我会 get ready 噶啦，系啊，同埋我都几期待喺你嘅专辑入边可以再多啲你自己写嘅 ，yes， 作品啦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系咪会啊嘛，一定同公司登上一下咯，咁样，知道，好啦，而家出咗郑俊宏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啊，系，佢自己卖有折嘅，大家可以揾我买，系啦。熊猫的故事，今日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琐碎日子
小角被忽略时纯熟的台词，谁又会入耳？恐怕自己无人讲得出姓氏，就算消失不介意，宴会里也把我歧视。如何奋斗，如何演出，只得你有表示。全场闪灯要避过我，你却誓死的坚持。人海漂浮，无名事太多，谁一不小心卷进猛烈浪潮，给发现的真太少。这几年人生交叉点里被困扰，辛苦你讲感情，人生才重要。自己毫无出生的意义，自信心都长满刺，你耐性的把我提示。平凡性格而用普通，欣赏我也不易，仍然苦心继续信我，当我重点的宠儿。人海漂浮，无名事太多，谁一不小心卷进猛烈浪潮，给发现的真太少。这几年人生交叉点里被困扰，辛苦你感情，人生才重要。这几年情歌虽然从来未发表，还死不甘心拥抱永未动摇，给你认真的发表。这几年人间终欣赏我，就算这么少，辛苦你乐观为要。小矮人难得认重要。